大家好，天柱十二生肖2022年蛇虎年，在中国很多人非常期待虎年，因为蛇这一个非常棒的生肖年。十二生肖蛇者，十二小动物，每年都是一个动物生肖年。按照固定顺序，在十二年内循环，比如1986年、1998年、2010年、2022年都是虎年。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。如果你生在虎年，你可以有中文说魔术虎。老虎是动物系列里的大王，他们聪明、骄傲、勇敢，是真正的领导。因此，在中国文化里，老虎非常受尊敬。属虎的人喜欢冒险，喜欢挑战，他们跟老虎一样很骄傲，也很聪明。在事业上，他们常常很成功，学习能力强，领导能力也强，所以很多中国人会选择在虎年生孩子。有个中文成语叫虎中龙虎，意思是一个人非常优秀，就像龙和虎一样。2022年2月1号是中国新年，我祝大家虎年快乐，健康如虎，成功如虎。